大家好，我是 Dr. Lin。 那这一段影片呢，就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吧。我大概不会讲满五分钟，但是我会告诉你，在这个读完这篇文章之后呢，我大概会怎么样设计，那可以给大家一点参考。那我现在就来我的汇报吧。大家好，我是林金喜。那我要分享的这篇文章是 Reading Without Words, Cultivating by Multilingual Family Engagement。 那这篇文章呢，讲的是家庭无字的图画书阅读。那这个童书阅读呢，这里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他们是选取了没有字的图书。那选取的原因呢，第一个是没有那么多双语教材，所以虽然可以找到一些双语教材，但是学生的如果背景不一样呢，很难找到合适的双语教材。第二个呢，想要让父母参与家庭的读写活动，父母如果能够参与家庭读写活动呢，可以支持就是多语双语孩子他的阅读成长。那第三个呢，就是连接学校与家庭的阅读，学校跟家庭的阅读重点稍稍有点不一样，那如果能够连接学校跟家里阅读的话呢，这个阅读呢会变成更加有趣的一个经验。那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是 translanguaging literacy， 这个是跨语言沟通，这个在无字的童书阅读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个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不限定语言，以意义为主，还有重点在沟通与协商。所以 translanguaging 呢就是跨语言，那跨语言呢就是小孩子跟家长沟通呢，可以用他们的母语熟悉的语言、学校用的语言，这些都可以。所以跨语言沟通呢是一个核心的概念。那他们做了什么呢？其实他们就是找了没有字的童书，让小孩子回家跟家长一起读，那没有做任何的规定。在读的过程里面呢，因为没有字，所以呢家长跟小孩呢就会一起来建构这个故事。所以很大一个发现呢是说，他们共同说故事，小孩也参与了，那小孩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跟家长一起建构这个，所以把整个学生的以小孩的这个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他们主动参与阅读。那在读的时候呢，因为没有文字，所以家长其实也不知道故事的走向，小孩也不知道故事的走向，所以有时候呢他们的推论错了，他们还要回去看这个图片。所以在阅读上面呢，虽然没有字，但是他们可以从图片、人物的表情这些呢更深层的推论呢，这个以往在学校里面呢也都很难教，那可以从无字的图书里面来培养，这是三个非常重要的发现。那说一说课堂应用吧。我如果是老师的话呢，在教小学的部分，我会考虑用小组活动。在文章里面也分享了，在家里呢是跟家长阅读，但在组里面呢可以用小组活动，每一个人呢讲一个版本，然后呢来听大家的解读有什么不一样。另外一种方式呢，老师也可以带领着阅读，老师每一次呢可以在这个故事的细节上做一点点修改，让学生注意细节，让学生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然后让他们可以把这个叙述呢说得更完整。如果把这个书呢带回家呢，也可以邀请家长在学校呢，在家里呢跟小孩一起读，然后把他们建构的故事呢，不管是用写的或是画的这个方式呢来分享，他们甚至可以建构自己的图书。所以这课堂应用呢，我想的方面是这些。那最后我讲讲我的反思好了。在这个里面呢，我自己的经验比较少会想到有什么好的方法是可以把家长带进来这个阅读的过程，所以透过无字的图书呢，竟然可以把家长带进来呢，而且家长的角色非常重要，这个在提高学生阅读能力啊兴趣的部分呢，我们很少想到家长，所以家长的角色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就是非华语学生啦，我们常常说他没有足够的刺激啊，不知道什么，他可能不说这个中文啊，那该怎么办呢？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教非华语学生哦。
那可以在课堂上用，也可以回家用。那回家用，你会想，那回家他如果家里没有华语环境，可以怎么样呢？那他们可以跟家长先过了一次内容，然后呢，再把这个内容理解了之后呢，再到学校里面呢，来跟同学一起共同建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那第三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啦，阅读不只是教阅读文字而已，那图片的阅读也非常重要，更何况在这个图片的在阅读这个文本里面呢，那图片非常重要，那可以从图片推论出很多人物的性格啊，故事的走向，这也是我们平常阅读教学里面，我自己阅读教学里面比较少想到啦，那这就是我的反思，谢谢大家。好，那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呢，这个就是我大概会做的，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不一定要照这种模式，只是这样子可以让大家先了解有没有什么好的做法可以做的，然后呢你在里面要怎么样应用，那最后你学习到什么。我们的作业呢就是这样子，那到时候呢我们会 开一个讨论区，大家把它放上 Moodle 就好了，那大家也要学会如何录制影片。